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，欢迎基米罗维奇·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、国务委员杨洁篪、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等出席欢迎仪式。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厅主任、外交部部长、第一副总理等。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。鸣礼炮二十一响，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。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。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。